本款客厅用灯具为贴壁型设计，可安装在沙发的正上方以加强光线，当作夜灯或想营造气氛看电影时使用也相当合宜。而最大的特色在于圆点与一直线的造型，其实也可吊挂衣物、帽子或照片等装饰物，装在家中走廊墙面等其他地方也很适合。不过此款非常见的开放式灯具，其照明作用可能不比其他类型的产品，但若是在寻找一款能当辅助灯具的款式，相比这款简约风的精美设计款，能符合读者们的需求。本品以螺旋桨飞机为造型，做工、细节与喷漆涂装皆相当讲究，看起来十分俏皮有趣。其次，它在机身与左右的机翼下方共设置了五个灯泡，且以三点定点的垂吊方式加强固定力，使其好似翱翔在天际。除了适合有小孩的家庭用来装设于全家同欢的客厅，安装在孩子的寝室也很不错。美中不足的是价位较令人难以出手，且也由于此款的构造较为复杂，在清洁保养与换装灯泡上可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若看腻了一般的吸顶灯，不妨考虑这款设计风格突出的产品。其采用原木做出不规则的立体几何图形，接着在内部设计有缤纷色彩的灯泡固定架，形成充满艺术感的装饰品。而且每座灯泡垂下的长度不一，从各个角度欣赏都别有韵律感。但需注意，因灯泡周围多了木框，故亮灯后可能会出现倒影，建议在意者可多洽询厂商。另外，这款并未附赠灯泡，届时别忘一并选购咯。芬朵是台湾小有名气的吊扇厂牌，旗下这款结合科技感与复古花卉的造型灯具一推出就得到热烈回响。其将吊扇的叶片设计成包覆着灯泡的模样，在使用时则从含苞待放的郁金香绽放成全开的花朵，不单单是外观美丽大方，平时包覆时也能达到防止积灰或异物粘附的作用。不过比起一般传统型的长叶片吊扇，此款的风力可能会略显不足，且不免令人担心是否会因为开关次数过多而影响到使用寿命。这一款灯具属于局部照明的落地灯款式，且外观设计有如专业棚灯，并利用高质感的金属烤漆打造出 SOHO 工业风格，十分适合运用来改变家中气氛，又或是当作个性独具的阅读灯、帮忙拍照补光的辅助灯等等，用途还算广泛。但因脚架展开后将占地面一定的范围，购买前需先考虑其摆设及收纳空间，且若是家中有宠物或小孩，则需注意灯具是否容易倾倒。顺便提醒大家，这款产品一经拆封组装便无法退货，在装设之前请先检查零件是否齐全比较保险。大聚光厂牌的灯具种类众多，总令人难以下决定，特别是其利用进口水晶所设计出的高级吊灯系列更是不少人的首选商品。例如这款是以烛台为灵感，优雅的曲线闪耀着金色动人的光泽，并已将灯泡设计成烛火的造型，再加上圆球状、水滴状等垂吊式水晶的装饰，让客厅摇身一变成为贵族宫廷。另外，除了金色的款式之外，还有较为低调的白与银款，只要掌握好客厅高度，相信各位能利用此款商品为家中营造出高级的气氛。通常提到客厅用灯具都不免给人价位高人一等的印象，尤其是外观经过特殊材质处理过的款式，更是需要提高预算才能入手。若想节省开销，则可参考此系列产品。其采用三个一组排列成一直线的轨道灯，使用者可依需求调节角度，分别朝面四面八方照明。此外，这系列的灯罩分成多种粉嫩的马卡龙颜色，并搭配了实木底座，使得整体充满了温馨的气息，想让家中焕然一新的小资族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Panasonic 是家喻户晓的日本家电品牌，长年以来推陈出新的产品备受消费者的肯定。而这一款商品为吊灯式设计的款式，可以自由调整吊线的长度，令格局较矮的客厅也能适用，并分成两种颜色的和风布置灯罩，能让周围环境变得更加温暖舒适。更加分的是具有独创的房屋洁净保护层，有效避免灰尘异物影响灯具的美观或亮度。再者，此款还能使用智能遥控器来调节，并且可调整至 6200K 的色温，来保护使用者的灵魂之窗。再加上5年的保固期间，让消费者享有更多保障。吊扇灯是流行多年仍历久不衰的灯具款式之一，不止获得大小家庭们的爱用，连餐厅、办公室等场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如果想为家中添购一款两用型的灯具，这款应该也能让读者们大为满意。其利用古铜烤漆上色的铁叶架搭配上木纹叶片，整体散发出复古的情怀，并以白色的花朵灯具做点缀，整体相当质朴典雅，且正好可以节省摆放电扇的空间，而价格也颇为实在，实属兼具了美观及实用性的优质产品。此款客厅吸顶灯将一般常见的全白款式加入了现代摩登的设计，采用实木边框结合了丰富七种颜色打造而成，让人可以依照不同的居家风格搭配，又或者可在家中不同房间装饰不同颜色的款式，并且可以利用闭式开关调节流明度成白光、黄光或自然光三种色温。更棒的是附有遥控器，让懒人一族不用起身也可自由操作，而最大流明度高达 6120 lm， 故于6-7平大的客厅也相当适用。纵观全部特色，在众多类型的灯具中名列前茅，可说是实至名归。想要为居家空间增添点复古氛围，不妨就从灯饰下手吧。这款简约壁灯拥有10款左右的造型，圆形玻璃灯罩搭配古铜色五金装饰，呈现出低调优雅之感，丝毫不抢走其他家居摆饰的风采。由于本品并无附上灯泡，因此可依照偏好或装潢风格自行选择想要的灯泡色温。不论是装上冷光或是暖光，相信在其复古外形的衬托下，都能完美的为空间画龙点睛，打造出理想氛围。正在观望客厅灯饰的读者们不妨多加参考。这款吊灯饰由多颗玻璃圆球灯罩搭配金属支架排列而成，独特造型散发出浓浓现代感及时髦气息，是为平凡无奇的客厅空间注入亮点的推荐款式。本品针对灯体、灯罩的颜色推出了丰富的选项，光源部分亦有白光、暖光、三色光供选择，各位可依照家中装潢风格及自身偏好进行组合。最棒的一点是，它还能调整高度，不论是想悬挂在客厅或饭桌正上方皆不成问题，再也不必受限于天花板高度的限制了。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给我们留言吧，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